其实昨天你给我留那个录音笔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就是还蛮开心的。对，嗯，你来的那天，我就很安心的去欣赏花，突然那朋友尖叫，然后我抬头看，呀，就感觉就第一眼就感觉好可爱，长得，啊，嗯，特别可爱。 你猜我以前多重啊？我以前我最胖的时候，猜不出来，200多斤。哦哦，都巨肥，对。就有照片吗？我想看。找一下。嗯。有引擎。嗯，其实我现在看我当时的自己都很嫌弃，其实。所以当时怎么胖？一点都不像。我当时巨胖，我当时。但我觉得你胖起来面相好像变得好点。 嗯嗯，对，就是可能脸就瘦一点的吧，就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很凶。对对对，有吗？你长得会，你长得像是会家暴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嗯，可能你的性格和我就比较像吧，就比较安静一点。嗯，不太是吧？啊，就是还是和大家。 他不是太熟悉，是吗？其实慢慢就好了。其实，那今天算是你话比较多的时候了。巨多，好吗？我觉得我前几集应该都没有今天话那么多，今天我的话是最多的一次，应该。那你第一天投给谁了？投什么？就啊，我好像听说你一直都是给不同的人。 嗯，因为我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出去。我第二天给的阿杰好像记得，真的那个阿杰的手艺真的蛮好的，手艺。他的麻婆豆腐搞得贼香。我想吃。那，嗯，那你们那天是两个人单独吗？啊，对对。真好。 Hello， 美女。Hello， 请问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呢？今天就是跟马波波出来玩，然后看今天能不能玩得开心吧。那你现在开心吗？现在很开心啊。你嘞？今天怎么样？我今天巨开心。因为和美女出来玩。对啊，就感觉很荣幸嘛。哎，这个是这个吧？好像是这边吧。走吧，进去看看。好。看一下。救物主。 哇，好复古！对，都是古董。那天去平底锅的时候也和阿杰一起去的，也是个特别特别特别复古的一个店。这个牌都弄得好复古，坐一会儿吧。 嗯，你平时也喜欢吃苦的东西吗？抹茶这种东西？还可以，反正就是没有说一定要什么口味，就是都可以尝试吧。我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苦的东西。嗯。生吃柠檬。嗯。下次看什么时候有柠檬，你表演一个。没问题。 你吃，你吃，你想吃哪个？吃哪个？好了，那我先吃甜的吧。好，你吃吗？我不吃，你吃吧。还挺好吃的。是吗？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不要了吧，毕竟。 那我不来一口。嗯，不来了吧。不来了吧。
行。好吧，我的声音出卖了我自己。你要不要先吃这个？我尝一下。嗯，你尝一下吧。吃一点肉吧。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就是你在，我在对面嘛。嗯。但是就是那天吃饭下来，就是让我还觉得挺，就不好吧，因为感觉就没有跟大家说到什么话啊，怎么样？可能是我们这类人都这样吧。其实慢慢就好了。如果说你还有一些话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告诉我，帮你传达就 OK 的 好吗？要不我们四处逛一逛 OK 吗？嗯 OK。 你的纸。我嘴上是有绿的吗？有一点。擦一下。还有吗？文稿一下，这边。那就这样吧。差不多吧。红花吗？给你讲一个。好，贴在手上吧。贴在这个吧。对，对，先给你讲一个昨天的，昨天很开心，所以给你讲一个。好的。那今天呢？今天没有吗？今天晚一点。好，那晚一点给我。再考虑一下。好吧，那再考虑一下。我的天哪！这就是为你准备的，你赶紧带一下。搞一下。嗯。什么样子？都很帅。对镜子，我看一下。太搞笑了。我是金刚芭比。我要跟你合照。那来吧。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太疯狂了。下面还有个红色的头发，这个背景比较好看。哎。哇，好混呐。嗯。就这样吧。啊、头上全上的毛吗？有，你别动。OK。OK。小猪仔的车。
藏我，不行去迷住我。嗯。你刚不是藏我一下吗？媳妇，我得缓。自己要晕车了，你其实有一个那个还蛮有用的一个方法，嗯，就你按住自己耳朵后面这个地方，嗯，就会舒服一点。不是，这不是揪耳，就按这个地方，凹的这个地方，长按，大概按30秒吧。30秒。啊，不行，你按我想吐，我也不想吐。就是别按，我骗你。但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像你这样的一回事。我今天发现了一座小岛，叫做为你神魂颠倒。哎呀，烦死了。什么？天气真好。那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行，我们晚点见。晚点见，拜拜。春之森。你坐哪边？就这儿吧，就这儿坐下吧。哦。哎呀，我想吃点那种一口能吃下去。有什么东西现在您还一口吃不下？那太多了，像我这种优雅女子，看。别坐我，别坐我。但是挺好吃的。Jerry 他俩今天穿的挺配的。哎，嗯，没默契了。别没默契，腻了。随意穿哦。哎，对了，我有问题。你说。你说你昨天为什么要问我那个问题呢？你那个刁钻的问题。那你有没有什么希望我叫你的专属的昵称？要不然也没点难度了。雪山上该浪漫的也浪漫完了，得玩点好玩的吧。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让我叫你的？你可以慢慢想，反正也没有让你现在说了。嗯，你要现在想好你就叫大哥。你要现在想好你就叫大哥。我觉得你叫我大哥也行。你叫你张姐。嗯，我谢谢你叫我张姐。你叫我灰弟。灰弟。不着急，我会想到更有意思的。小坏水。坏水。你今天。最期待哪一组？肯定波波呀，这爱有悬念吗？波波人家今天确实很帅嘛。等于是昨天妮妮收到了两条留言的，她选择了波波。对啊，可能是想健身了吧。哎呀，不过别说了，现在我们波波也是春天里的人，可能对春天里的人吧。雪山兄弟都崩了，这再不充电一下，放月呀！啊！但你说你这样心里会有芥蒂吗？他能有什么芥蒂啊？有菲尔的事儿。哦，菲尔。嗯。Jerry 当时其实也纠结过。他纠结谁啊？他当然纠结你跟那谁了。你跟菲尔是吗？对。他自己私下聊天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好感是好感，合适是合适。那我也没听清楚他到底是对谁有好感，对谁是合适。本来以为他俩都要锁死。嗯，那就不知道了。对，阿杰和妮妮他俩谁先选的？当然是妮妮选啊，因为是妮妮收到的留言啊。只是那个是作为参考的呀，那个不是决定你的。啊，这样的。你们甚至可以乱选。那你们要知道规则，没准今天会更精彩。
你就是看戏。我想看戏啊，我想看戏啊。那早知道今天我就不来了。哦，你想去哪里？你想去放风筝吗？我想去，我想去看电影吧，电影多轻松啊。你想去看电影。行，那就真不知道跟我来这边吃饭的人是谁了呢。是的，真期待呢。好。你在黑胶和那个电影胶片里面二选一。你的话，他二选一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挺犹豫的那种，就你知道他那个状态，我可以模仿，他说。他说，我也不知道选谁，然后你好像，因为我可以学成这样。然后他说不知道选谁，然后我说你就看你更想跟谁一起去嘛。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他说那就轮滑吧。就是说完这个话，他就说那就轮滑吧。但是很奇怪，他第一天留给沙卓呀。可能一起出去玩，可能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跟他交流不是特别多。你和他会不会因为那件事情呢，有点小尴尬？你们聊完了吗？不会把自己这么当人。不是，主要我当时他没给我听留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刚刚说完之后，他就说啊，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那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哎，就是我们其他人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想说就会说的那种。然后你的话，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来，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去一直问他这种也不是很合适，但就只能稍微问一下。如果他没有想说的那个想法，那我们就不问了，基本上就这样。录音机那个事儿，我不是跟他说了我的心意吗？所以他就导致他好像没有很好融入，感觉就只有走路的时候就看着他就是一个人走。所以我就是蛮希望，就是说你们带着他玩，别让他处于太尴尬。就是出于朋友，我会想去帮助一下。出于朋友，我会想去帮助一下。阿杰之前也经常跟阿卓一起玩，他说他才是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你选的什么呢？我选的时候，对啊，我感觉你会喜欢小动物，喜欢看羊驼什么的。那万一我选了什么？我觉得其他几个你不会选。我不能看电影吗？我觉得你不会选，就是有一种感觉你不会选。确实听起来羊驼比较有意思。对呀、啊，那何必呢？我还先吃个主食。蘸咖喱，蘸咖喱。你知道？面包蘸咖喱也好好吃。是吧？我吃到最后才觉得我应该用筷子夹，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很多人他喜欢把饭吃差不多，炸的菜吃差不多，就把那个菜直接汤倒进来。对啊。嗯。那红烧肉的那个汤倒饭就超好吃。我曾经研究过，这么吃的人，就绝对不会瘦，就绝对不会瘦。你准备内涵的？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今天的小摩擦已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要积压，积压要爆发了是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吃了走吧。嗯，咱们等会儿，我把这去干再干几口，然后。干嘛？你可以回头再过来吃。不回头，就先干完它。你看我鞋子多大？43。那你不就很大吗？看起来。Cheers。有必要吗？真的太搞笑了。对，我是。你把嘴擦了，我们吃了走吧。我们去看
好的。他叫起来超恐怖，他叫起来这么这样叫的。啊？羊驼。再来一次。不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刚好是背了，听听听。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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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什么？什么？你不走，我走。走吧。哇，今天的太阳真是大呀！小岛动物农场。你好，欢迎光临小岛动物农场，这是您的喂养包。好，谢谢。你吃个这个吧，好吗？吃的慢点，离我远点。为什么？为什么声音？发出这种声音。你再叫一声。哇，那里有一个大树。那里有一个大树。坐会儿吧，坐会儿吧。可以可以，休息一下。坐有树荫的地方。好的。哇，好近哦。梅花鹿。说点话呀。说点话。好家伙，说啥话？我想想，怎么样啊？今天开不开心呀？今天不是才过了一小段吗？啊，目前还可以吧，但是对你印象有改变。有改变？说。第一天我只是觉得你挺开朗的，然后第二天还增加了一点小内涵。哎呦，还增加小内涵，然后第三天。就是开朗也有内涵，今天就是多了一些聒噪吵闹，可能是我们熟了吧。然后呢？还有然后？我评价的不多吗？你第一印象我说了吧？我说第一印象吗？我说真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你嘴很硬，你巨安静。Hello， 我叫徐杰维，叫我 Jerry 就行。Jerry。Jerry 就行。Hello。安静。安静，礼貌又懂事呢。当时第一天我就没什么犹豫吧，第一天我就直接给你了。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属于在我，描述的理想型，和相处里面比较有好感的人，两个人里面就是进行相处体验，然后最后确认自己的好感。然后我也觉得，如果确我确认的没有什么问题，我确认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昨天就是其实有问你，那个你不是对相处起来打分怎么样吗？对。然后呢，你不是打满分吗？对，但是。但是我感觉就是。就是相处起来吧，我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状态不对，就是感觉有点累。对，然后我也有想过为啥，可能那个度还没有太到，就是还好。对，就是说，可能没有到那种干柴碰烈酒，火山撞地球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感觉有些时候默契没有到位，举一些小小的例子，你别介意。就有些时候，你说这个话，我会突然有点不知道该接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那个伴随而来，就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有些压力。对我来说，好感就是一种探索欲和了解欲。你是一个让我就是没有欲望去了解别的女生的一个人，就是我这里面唯一的好感就是你，但是可能就是在有些地方可能会稍微欠一点点。这句话我是想昨天晚上跟你说，但昨天晚上阿鲁说那个话之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情绪就被顶得蛮到位，就所以我就想来说今天。咱们开开心心相处完了之后呢，然后我给你找个时间谈一下，就是这个落差，这个分到底落差在哪些地方，然后不知道你理解这个事儿。
干柴烈焰中火山撞地枪是精神方面的发泄力量，手足无措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这里确实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刚刚你说说我认真在听，但是就是我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刚刚举例的那个，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那个是出于比如说是觉得我说了一些是让大家会尴尬的事情，还是我说了一个话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才会觉得有点辛苦，就是是哪种情况之类的。我肯定不会是单单只是比如说这一两件事儿然后我去觉得哎呀我怎么怎么样，肯定不是，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也不是一个因素，对，但是这不代表没有好感，我的好感很明确的，对，目前来说而且到现在都是这样，而且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短节奏其实蛮快的，那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能今天我还是会留给你，就这些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就一定要抱着某种目的我要带一个人走，或者说我们一定要锁死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才会以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思考去告诉这些事情，对，我不知道你这边听了是什么感觉。现在就要说吗？也没，你可以晚上比如说录音的时候跟我私下说或者什么都可以的。消化一下。你可以消化。不急，你不要不用急，对。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就万一你比如说也有别的好感的人，万一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尝试。这个节目是会来第六个人吗？不知道，那变数很大，第六个人是不太可能，但是也许你会发现每个人突然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点啊什么会触及到，就说不定。其实我有些时候其实蛮想问一下，就是你对阿卓那种感觉，阿卓说那种话，他要直面自己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也觉得挺佩服。但昨天其实阿卓说那个话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觉得像你说的那样，觉得他是真的挺好，就说那些东西，然后说开了，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他做再多事情，我只会觉得很感激。感激，然后有压力，但是或者觉得他浪费了时间，但是不会有其他。妈，你们教室？真的。你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是不是在教室啊？对。然后呢？我跟你学一下吧。我当时一脸严肃。嘿，兄弟。随便找地方坐。好。大家好。我叫马文轩，小名波波，大家可以叫我马波波。那你说的时候就是也不笑对吗？当时有好像有在笑，但是你不笑的时候真的就非常凶。就面无表情的时候就很凶吗？对，而且你说话还会这样挑眉，就感觉你很不爽。有吗？有。你看到眉毛？很灵活，但是很凶啊，所以你还是要多笑吧，多笑一下。你要不要画一些东西？
要不要把我们十个人都画上去？可以啊，那画一个那种就是合影吧，就我们十个人。对啊，十人的合影。这个是恐龙吧？我们画尾椎，让他们猜一下谁是谁。行。OK。看一下。我谢谢你啊，我的抽象画风。那差不多高的是灰灰，旁边的是牙牙吧？嗯，牙牙好矮。也没有好矮。牵着手吧。然后他们现在还有谁？还有阿卓，这边画阿杰吧，阿杰。然后画我，啊，我是个寸头。这样很像哎，我觉得。像吗？很像。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应该猜得出来。嗯，然后是你，矮一点。哦，可爱一点，就这样吧。蝴蝶结，搞一下。这个是 Jerry 是刘海儿。Jerry， 你们不要在我旁边。啊？什么 ？Jerry， 你们不要在我旁边。啊、哦。那就。Fair。这个是 Jerry。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嗯，萌萌，还有个对老师萌萌老师吧，这边擦掉吧，但他没有刘海。嘿嘿。OK， 看一下。OK， 走了。哇，这可以轮滑，对，来吧。为什么我的这个这么像小孩子玩的？小乌龟，高达配色，对。那我们要穿，来帮你弄。你要帮我穿吗？对啊。使劲，这样好、啊、紧吗？还好。OK 吗？行。站稳了。行。OK 吗？我们哎。可以吗？我觉得我可以。来，你说。重心放稳一点，重心向前一点。嗯，这样。向下一点，对。我感觉自己怎么有点害怕。害怕吗？没事，我在旁边呢。没事，我在旁边呢。好，慢点啊。嗯。这样可以吗？是不是越来越快了？感觉。那我自己试一下。啊，放开了啊。好。慢点啊。嗯。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很好啊。我转过去，我们再来一遍。但是我的滑轮技术比滑雪好多了吧？那肯定啊。终于到了是吧？对，下车吧，走吧。啊，你坐这儿吧。哦，谢谢。没事。这还真的蛮好看。是，安静。那四川话咋说？拔丝地恒，安逸。拔丝地恒，安逸。哦，太冷了。
好冷啊。你穿外套吧。外套给我。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跟男生两个人一起像现在这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甚至在这种环境下还比较正式，让人觉得心情很好，心情很愉悦。我还挺喜欢听白噪音的，鸟叫、雨滴声。这里能听到鸟叫，你没听到吗？听得到。对，我觉得一听到这些，我就能静下心来。谢谢。谢谢。Cheers, man.Cheers, man. 好烫。你们这边加鱼柳。好，谢谢。谢谢。这想吃。哇，有人结婚吗？在这。娘子在拍婚纱，好想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的。你过去跟她打个招呼。还好吧。祝他们好运。什么叫祝好运？你这话说的。祝他们新婚快乐。挺爱喝冬阴功的，挺爱喝的，不会做吗？会啊，这简单。还有香料包啊，买个香料包就行。那如果你要是学西餐料理什么的，这些香料包做菜的时候也要买吗？还是都是要自己挑出来做出来？冬阴功是东南亚菜，跟西餐料理不搭边哈。西餐料理的汤底就属于西芹、胡萝卜、洋葱之类的。提取蔬菜的鲜甜味，但东南亚的就不一样，东南亚是香辛的复合味。你觉得最近Jerry 来了，菲儿好像很开心。他俩是一类人，就特别配，特别配。对，我听菲尔和 Jerry 说他们要去喂羊驼。喂羊驼挺有意思的，你别秃一点就好。真的有喜欢的人一起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快乐，多幸运啊。是。那吃饱了吗？吃饱了。好，那我们等一下歇会儿，然后去看个电影。行，歇会儿。走吧，走吧，走吧。
我觉得你对我这个录音有偏差理解，上面我强调了一个点，朋友之间。走吧，走吧。是我想太多，咋回事啊？咋回事啊？嗯？你不觉得刚刚吃饭的时候特尴尬？我也觉得，因为我俩可能聊那些书面上的东西，我俩兴趣爱好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俩可能聊那些书面上的东西，就可能聊不到一块儿。嗯，然后导致那饭桌上气氛巨尴尬，对。嗯。就我就觉得你在餐厅里面，其实你一直是很紧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有点放不开。对，放不开，端着那种状态。我确实，我觉得自己刚才那顿饭吃的真的太难受了，顾虑太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说的话让我接不上呢？那为什么要这么想呢？那你就不能就是聊一点大家就是我们俩都能聊？那我觉得当下我就想聊这个，我为什么要去想呢？你知道你的话我接不上的话，你不是也说了吗？对不对？嗯，对，所以就永远就是不用去想这些，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包括昨晚我特不开心一个点，我有跟你讲。嗯。我又觉得你那表现特不真实。咱俩昨晚也说不是做朋友的吗？就那你把这个话挑明，然后你还在大家面前点出我们是朋友，你会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尴尬，你明白吗？就我点出那话的原因是当时录音笔里我讲了，嗯，但你听录音笔的时候，那你觉得我听不懂吗？我都说了，我们是 AK 龙门组合，我们这可能是我就所以是可能是我想太 多兄弟的一个称呼啊。我对啊，当下可能是我想太多，但是当下那反应，我主观反应。而且你让我真的很尴尬，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这些话。我是觉得我们俩就应该就把这些话都聊开，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是，我就想开开心心的，就是是，我也结束这个旅程，对吧？我觉得这旅程里面就不应该留遗憾，你知道吗？刚才那顿饭吃的真的太难受，就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你看，大家我们十个人，五男五女，大家肯定会成双成对的。就我很怕自己是落单的那一个，但我觉得你并不用这么想，我觉得有些事情一个人也可以很舒服，两个人你要玩得到一块，两朋友出去也能很舒服，你要是情侣那更好，对不对？对，就是会羡慕他们。你就顾虑太多了，你知道吗？对，而且很多时候就会迁就其他人的想法，然后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这没必要，这没必要。你就像我一样，我从来不迁就人。你真的谁都不迁就。你就像我一样多好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开心最重要，那别人想怎么样，那别人的情绪我控制不了啊。我也觉得没必要想太多，不管是这节目里面你能遇到喜欢的人也好，你是能遇到一个知心朋友也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十个人之后肯定会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这十个人真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也有闪光点，你也有闪光点。可能你是一个内在是很脆弱一个人，但你外在表现的是绝对很自信，在某些专业领域上面是绝对很自信的，所以你的性格我很欣赏，你知道吗？知道自己是优秀的，那你就把自己做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好好耍，就放开了耍，跟撒欢一样，没人说你是疯婆子。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疯的人，然后我这几天我有点疯不起来了。那为什么疯不起来呢？那你是自己把你自己内心压抑住了呀。嗯，我今天跟你说完这些话，我心里舒服太多了，沉浸进去。我可能一开始我就会觉得会不会是自己不够好，但是其实并不是，我的世界在外面，不是在这五个人里面。当然啊。走啊 ！Let's go！ 我们来跳 disco 吧。来吧来吧，好吗？老师上，show time，show time。忍不住了，开始跳舞。音乐又响起。接着我们才是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你们俩拍 MV， 不过大家都在这就好。对啊，大家都在这就好。然后音箱再大一点，就是超嗨派对。反正大不了声最大了。哎呀哎，我感觉好，外面好多人在看我。没事，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2021，做自己。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是有回忆的。哎呦，说来听听。嗯，就是我上一个男朋友说，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我。脑溢血。脑溢血干嘛？我前女友还说，一看到太阳就想吃我呢。换首歌。好。还是要耍两首歌回家。你应该鼓掌，你再换一首歌。哦、鼓掌。你好好重新鼓一下，你鼓一下。我鼓了。你配合我点。我咋配合你？你就看着就行。你说咱俩风筝能放起来吗？可以吧。哎呀 ，Hello， 好可爱呀、啊！好可爱呀、啊！哎，有风这会儿，好吧。哎，可以。哎，起来了。成功了。我们去换别的玩吧。带去看看。现在我感觉你看你眼里今天全是波波。哎呦，开始吃醋了，这是。那波波人家今天确实很帅嘛。对啊，波波哪天都挺帅的。你也每天都帅。会说话。嗯。拍拍我们辉哥盛世美颜，哎，这完美侧脸，哎，这发型，这墨镜，哎，真帅。哇，看着很辣。
不愧是成都。你先弄坏了。那我就嫁给你吧。真懂事儿，没白疼你啊。给你的，给你的，快点，快点。他和恐龙我打了个视频，然后呢？他说他又给子萌搞糊了。为什么？不知道，冤家吧？你觉得呢？我觉得恐龙他是那种人，他就是故意的，就是强强朋友之类的，但是最后反而自己又要动心了。你不觉得有这种可能吗？是不是？但我觉得恐龙他也是个脾气很拗的人。嗯。那天我们俩聊天。我觉得如果换成剩下另任何一个男生，我如果问他，我说你不去尝试一下接触一下别的女生，他都会可能委婉的说一点吧，他就直接说，我不要，不是我想要的，不想，也挺酷的，对，也挺酷的，这样其实，这样我觉得反而更能俘获女生的心，其实。但是要人对，但是要人对。阿杰其实就应该主动一点，就应该学习一下我的勇气。嗯，我可是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我怎么会拒绝人家？我怎么会拒绝人家？那漂亮的女生那么多呢，性格好的女生也很多。是吗？那就觉得你好怎么办？啊？你拒绝我？你拒绝我，我拒绝我呗。我说我就觉得你好。哦。那只能说算你有眼光了。你觉得大家今天玩的怎么样呢？我们是最开心的。我们哪天不是最开心的？你太快乐了。两个肥宅的快乐。走吧。吃饱了，吃饱了。去哪？去你心里。我是九，你是三，什么意思啊？除了你还是你。哎不会没人回来吧？他们都没回来吗？没看见。有人吗？我睡着了。哎，你们回来了。对啊，感觉咋样？啊，听故事，听故事，我想听。这个丑橘好丑啊！不得不说，这个丑橘真的好丑。怎么样，肌肉给他摸到了吗？肌肉倒没有给他摸到。这个肌肉啊，倒没有摸到这个肌肉。但总体来说还行还行。什么叫总体还行？他给你的感觉现在可以吗？就感觉就挺开朗的吧。啊，那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确实他话是挺少的，咱得照顾照顾。对对对，就是说我今天也给他说了，就是说大家都出来玩的嘛，就开心呗。对。哎呀，不知道阿卓今天咋样？已经很开心。希望他能开心。哎，晚上给王老师打个分啊！有人吗？有。怎么了？呀，回来了。怎么样？还挺好。我今天是王老师，知道吗？怎么样？开导阿杰同学。阿杰。
小姐，咋了？今天怎么样？今天好好玩。你干嘛了？今天王老师给我上了三节课，真的哇，王老师先给我上了一节黑胶唱片课，又给我上了一节人生哲理课，又实战教学了一下音乐。太棒了，好羡慕你啊。我今天真的经历了很多。为啥？打算到时候跟你们聊一聊今天。你现在就聊，要不来不及了。怎么了？接着说。你要说什么？还有更大的事儿，待会再说。什么事？你不要退赛吧之类的，就是。咋知道？真假的？没有，是有事儿，真的有事儿。刚好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就刚好做一个。我先说吧，你这事儿太大了。对吧？我就说你先说吧。我跟你讲，我其实今天晚上，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从岛回来，我一直在哭。为啥？我觉得心态真的很差。你别看我平时，我知道金融买特效，我真的很难过，所以我不想看你走，因为我真的很，就是我们俩真的很像。对，没关系。但你真的不用 emo，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真的，你来的那天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你第一天来是啥样？我到现在都记得，穿个那紧身上衣，露个肚子，紧身短裤。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子萌，叫我萌萌就可以了。我叫子萌，刘子萌，叫我子萌就好。然后结果现在老了，老了十岁。看你跳舞，然后这样跳一下，然后你现在。姐，我真的好意外、啊，你真的要给我笑死了！你爹真的，行。Hello， 走咱俩是拍几张拍的得。我跟你有俩。现在吗？哎呀，你干嘛？你再下去，你安慰安慰他。他让我安慰你。哭着化妆舞，哎呀！我真没见过这么搞笑的人，为什么有个人能让我这么乐呀？最后你快点补妆吧！哎呦，乐死我了！眼睛都睁不开。苍老了的萌萌子，我已经老了十岁了，给我上把妆化好。你快点化，我不是我，你快点化。你今天跟波波玩的开心吗？就是肯定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事，就差不多。你要听吗？就是怎么不开心呢？就也不是说不开心吧，因为呢昨天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嘛，所以我就觉得，就虽然说我们在路上就是有讲很多话吧，但是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是没有，又没有那么多话能讲，而且可能在路上也确实讲太多。那已经很好了。对，我们俩都挺努力的在想多聊点吧，然后没有昨天那么开心，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吧？我今天跟菲儿说，哎，他刚好在，就是跟你昨天说的，就是好感归好感，合适归合适。然后呢？有一个个跟你们说吧。好，咱一起说一下，一起听吧。对，反正在的就是听一下吧。对，说啥？就是我今天下午就跟菲儿聊了一下。然后就是好感归好感，合适归合适。相处起来的话，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那个度没有到位，就是感觉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合适。那天我跟他表达了，你跟他表达了吗？他呢？他那边是能理解。他反馈给你的呢？他都是 OK 的呀。他说都 OK 的。我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听明白了的。他肯定听明白，我觉得他听明白归他，你解释归你解释。对，你解释还是得解释。
就我跟菲尔接触算是非常多的了。就我之前让菲尔很难过，就是可能我一些比较直男的思维。他说他一个人去玩，可以，我就真的，他就信了，对，他就真的信了，就直接把他丢着，就所有人都是有人陪的，就他一个人。嗯，虽然做了一些弥补，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有烙印了。对我是有影响。是，我觉得男生是需要去照顾女生一些情感察觉不到的小心理。对，我跟他很明确的，就是原话就跟他说，就是好感归好感，合适归合适。嗯，反正其实旅行里面不一定非要，就不是来这趟目的就一定要牵个人走。他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对，我知道他，就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是他虽然是也是正常跟我聊天嘛，但是就是我也是能察觉到他的情绪，肯定会有点膈应，一定会有的。他那边表达意思就是说能理解，然后就说我们两个人相处模式的话，反正就是他可以接受。我反正是抱着一个很负责任态度，我觉得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相处之后，我心里面就是那种很觉得很对，然后我一分钟我都不想放，我甚至巴不得一直一直黏着，一直玩。但是如果我是真的觉得不太合适，或者觉得什么，我就是我感觉一秒都不能停留，是吗？一秒都不能停留，是吗？你在想录什么吗，菲儿？如果我相处之后，我心里面觉得很对，我一分钟我都不想放。就是感觉状态不对，那个伴随而来就可能是精神方面的一些压力。万一你比如说也有别的好感的人，万一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尝试。我们来了。嗨，你过来，我给你东西。我？嗯。你别又给我口香糖啊，吐我手里。没有，我是这样的人吗？行。别再那个什么。咱俩坐一块儿吧。那不然。给。润唇膏。哦。但不是新的，是我旧的，因为我有好几个。是不是很好用？行，今天学到了几堂课，一堂一堂教你。有一座岛，叫做为你神魂颠倒。你学的太少了，你得给自己增加点知识点啊。学到了，我来给你现在来整理。我到了，学到了。录完了。我再说一个。对，他们要上课了。我问你没问题，世界上哪三种男孩最可爱？波波，不不不，不是，马文娟，马波波，波波，你知道什么吗？什么？是早上你，中午的你和晚上的你，学到了没？你们学到了没？今天的日常，你们今天的日常。啊，刚才那个问题不对，我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什么？早上的波波，中午的波波和晚上的波波。下午问人家怎么样，他说玩的不怎么样，跟波波聊天很有意思。哦，可以啊。就是深藏不露，真的就是深藏不露。还有，他今天就一直在夸你。
这个宠爱都来得很突然。我觉得吧，与其回避，不如享受。可以，可以。这是我这个逃避也逃避不了，对，毕竟它已经发生了。哎，我们今天在那个黑板上画的那个，你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但我们看不出来谁是谁。你们可以猜到谁是谁吗？我猜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我呀。你真的换我了吗？换了呀。这个花的应该是你，这个是我，这有可能是你。你确定吗？你别自作多情啊。我是不是从右数到左第三个？不对。好。问问哪个是我呀？你能告诉我吗？你感觉哪个是你？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你，肯定拉手的那个是你们俩呀。看不到那个拉手的那个吗？我第一眼就认识你们俩了，其他人我一眼都认不出来。非要我讲出来拉手这个事情吗？阿辉和恐龙的身高差不多吧，旁边就是、所以旁边是恐龙。对，这个是老师。没有，身材真辣，我身材好辣，谢谢不辣吗？巨辣，我身材很辣，辣我能这样。最左边的是我，可以，这说明你是第一个画的我。那必须啊！哎呀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萌萌。还有个什么？对，老师，老师吧，这边擦掉吧。但他没有刘海。嘿嘿，那必须啊！妮妮要不要唱首歌？来来来，唱一首吧，妮妮。我想自己弹吗？我帮你弹怎样？我有点不信任你。怎么能这样呢？其实吧，波哥要发话了。这个东西。哎呀，拜托了，拜托了。雪山兄弟，正式分崩离析，正式崩盘。要不然你弹，我跟谁弹的？我来。玉圆波波从此解散了，变成玉圆波波泥。还是玉圆泥，是波波泥。波波的，波，波波的尤克里里还是我教的。这没什么，其实就是短短时间就学了一个乐器吧，也无所谓啊。你在南方艳阳里，你几高？第二几高了？没有，没有。我在北方的寒夜里死去如尘。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音不准啊，究竟是自己调的调，怎么自己还在弹幕？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他说你认可为人称道的美丽，我见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就像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你们别忘放录音笔哦。我眼泪就掉下去。可以随时开始是吗？是的，开始呗。开心一点的，来这个。他没留给你吧？他没留给你吧？
啊？他没留给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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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事情。我说我留给你了。那波波人家今天确实很帅嘛。嗨，屋里董董，每天给你起个新名字。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有新的挑战，也有新的体验，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心。啥意思？以前超人吗？这段时间的相处呢，我其实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而且大家不是今天在开玩笑说我们俩最近甜度有点超标了，应该吵吵架了。你说就是你在生活中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吵架呢？或者是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生气？来分享一下。好了，拜拜。嗨，我还以为有多刁钻呢。其实跟你一样坏水一样多，就是不触碰我的底线的时候，我可以用一种完全平和的语气就是去谈。我一直都想的是除了我爸妈没有人有任何资格去包容我，就大家的包容，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陌生人之间，还是情侣之间，我觉得都是一种恩赐吧。所有事情没有碰到原则之前，我觉得都应该互相去理解，都要以一个站在对方的立场的角度去考虑，就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把我们给解决了。嗯，今天说点啥好呢？今天其实我觉得我选的还挺有意思的吧。放风筝虽然放的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但起码还是放起来了。那顿饭也是真好吃。之后回来路上我一直在睡觉，完之后你一直抱着我，我感觉每天都这样其实挺幸福的。成都这一站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天了。一直想问问你，自从咱俩接触以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有什么能进行改进的东西，比如说性格啊或者什么事情上？之后你可以全都说出来，因为马上都要到最后一站了，所以我想给最后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吧。就这样。其实问题有点难度，我觉得真有点难度，因为我觉得最近真的太美好了，就特别像做梦一样，你们知道吗？就真的太幸福了，就真的太幸福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这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的。其实我觉得我在我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关于学业工作上的烦恼的，就生活不会这么顺利，就感情也不会这么顺利，所以真的会觉得就跟做梦一样的，就特别像假的，你明白吗？我就是因为它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就所以你让我现在让我去想这种改进的或者是更好的，我真的想不出来。我真的想不出来。到我了，去吧。好。我是恐龙，我是恐龙。其实我想说的还是我下午说的那些话，就是享受这段旅行，然后做自己，放开自己。可能这段话你听了很多遍，做自己这句话就是一个梗了已经。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这段旅行里面有任何一个遗憾。
我觉得不管收获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收获友情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这十个人的闪光点都特明显，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互相玩乐，互相不留遗憾的去完成这场毕业旅行，就很美好。对，我这几天其实一直状态都不是很好，就可能见到你们的时候还是快快乐乐的，还是那个我，但是其实我真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那么开心。我知道，因为你们有一些人成双成对，其实我怕落单，我真的怕落单，所以我做了一些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让我自己不开心，让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做自己了。这趟旅行真的很难得，是我们是十个人当中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我从今天下午第一次流眼泪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了，我就陷入在这个情绪当中。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包袱，没有这么多心事，这么多压力。但是我现在想明白，我觉得根本都不是什么，我的世界不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我的世界在外边。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去否定自己。我今天我在这里流眼泪，我今天觉得自己不好，我明天我睡醒了，我还是那个自信乐观的刘子萌。而且我就真的希望咱们这十个人，不管你们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做自己。2021做自己。叫老师。把我们这个旅程就开开心心的过完。真的就是希望我们这十个人不管以后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真的很开心认识你们在这里。好，哎呦，做自己，做自己，我们怪，我是无敌破坏王，大家，我今天又哭又笑，我像个神经病一样。给大家调节一下情绪，好吗？恐龙，我是子萌，这回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就是今天跟你聊了很多，也是真正把我自己心结打开了的一次聊天，其实还是很开心。终于把这些事情说开，我就心里的石头像落下来了一样，就是真的都挺好的。希望我们剩下的日子，这真的像能像你说的，做自己，2021做自己。这什么表情啊？只怎么说呢，就是我像刚刚跟你下午说的那样，就我不希望我们这十个人里面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然后让这场旅程有遗憾。对，这就是一场很快乐的毕业旅行，就不用想太多，放开了，撒欢乐玩。
对。怎么？你也想收到两条？你不就是想收到波波的留言？但是昨天，昨天我稍微有点退缩了一下，就没有留。其实，在厦门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可能在这个旅程中不会遇到一个特别就是喜欢的人，就是可能他就是一场旅行。但是，从厦门走的那天跟你开始有接触之后，很多方面你其实都挺有魅力的，然后确实也吸引到我了。虽然说我性格挺外向的，但是，真的要非常非常的主动，我有点难。其实应该勇敢一点，但是我没有勇敢。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我已经尽力让你感受到了。就只要是你有跟我互动的，我都会回应。我给你记上吧。超好吃，现炒的，真的超好吃。Would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好的，来。从厦门走到在成都这几天，都一直就是挺喜欢你的，是真的喜欢了，对，是真的喜欢了，对。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对，你真的跟我很不一样。你追求的东西是我想追求的，但是我又不敢追求的。所以我挺崇拜你的，因为我觉得你的想法真的很好，是我想过的那种生活的那个样子，所以希望你，天天开心，做自己，2021做自己。再给我一会儿，想一想吧，怎么说？哦，这好像行，我没有问题啊。你把人讲阴谋了。首先，特别感谢的一个点就是，你能认可我的一些想法，对，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的想法可能会相对我这个年纪会更天马行空，可能在别人眼里看来会很奇怪。就像我跟子萌今天的状态一样，我跟他说的他可能接不上，他跟我说的我也接不上，就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然后我说，所以我特感谢你认可我的这些想法，你愿意去倾听。对，第二个是，哎呀我妈呀，要说啥呀，害怕了。第二个是怎么说？我想想，我组织一下语言，就是其实你表现挺明显的，我知道，对。你不如直接说清楚。从我们去山上前一天，就我俩接触比较多，但是我当时的以为只，我当时的感觉只是，哦，可能就好朋友之间，然后愿意多了解，有点好感，那很正常。但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要当时说的更明确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你来说，对，也是我的错吧，也是我的错吧。好朋友之间，然后愿意多了解，有点好感，但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也很感谢你的祝福，我肯定每天开心。2021，做自己。又回来了，做自己，做自己。下一个谁？那我去啊，嗯，我今天要说的有点多，然后你们慢慢听。就是，嗯。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就是因为学校有事情，对，因为已经拖很久了，其实也就是老师一直在叫，所以就是然后就是成都之行本来就是成都也就是我家，对，陪你们到这里，对，陪你们到这里。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平复一下。我之前说过，我自己可能是社交是比较简单的，陌生的朋友在一起的话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相处，就是可能从小身边的人都会比较宠我，就是赞美我的人比较多，就这样人多了之后我就会忽略自己很多问题吧，对，而且我说话真的比较直，就是你们可能也知道，就可能会误伤人，真的，如果是让大家就是什么地方不满意的话，我现在就道个歉啊。然后今天王老师也跟我说很多，王老师送我一句歌词，我念一下，他说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值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来这趟旅行本来就是想就是交朋友的，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不一样，对，其实我真的学到了非常多，真的收获了很多，性格真的变了很多，我以前是不会反省自己的，就是很感谢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阿侯阿吉。你怎么这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要牵手吗？可以。妮妮，我是波波，今天真的很开心，就和你相处就特别舒服。你那个金刚芭比的那个照片一定要发给我，真的太搞笑了。然后我们在车上也聊了一些我们曾经的一些经历，其实不难看出，我觉得咱俩就是某些地方还蛮像的，所以说就会很投缘，就是可以聊到一起去吧。其实你性格真的很好，所以说我希望
假如说以后你再紧张的话，你完全可以找我，然后我想办法，咱们一起解决这个事情。今天早点休息，明天要早起。晚安。就是怎么说呢，太难过。就其实今天萌萌跟阿杰说的话嘛，就是我觉得太快了，就还没录，就可能我真的一开始就是没有放开自己吧。就我真的觉得挺可惜的，就是来得很晚，然后跟阿杰也没有相处几天，然后阿姐就要走了嘛，然后真的非常可惜。我觉得阿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真的每个人都非常好，就是每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只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我觉得其实我就不太喜欢那种起哄的感觉吧，就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在相处，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就是感受到谁很好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太希望大家起哄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能接受的能力不同吧，然后就尽量不要，就是不太好，我觉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也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你一开始就把自己封闭，这几天我就你开始慢慢跟我们说话了，所以心情也好了很多。没关系啊。谁嘞？你点吗？我去吧。给你。Hello， 波波，又是我。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也相处了一天，就也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路上呀，也聊得很多，因为也听大家说你不太爱讲话吧，我就觉得有这个改变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我自己也是通过跟你的就是谈话吧，然后就是也可以慢慢的打开自己，就是这改变真的是让我挺开心的。但是今天不是也相处了一天，就是可能真的就是那个项目就不太好玩吧，然后就说实话就是没有昨天开心。但我觉得你肯定也能感受到吧，但是就不是你的问题，就是确实就那个项目不好玩。我觉得就还是继续相处下去，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吧。对，就这样了。说一下吧，其实我这个人平时话很少，也就是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压上你。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什么时候走开，我觉得咱们十个人永远是 team， 一股全力。什么东西？是一拳超人，是一拳超人，对，就是说我们其实，
每个人性格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这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些特点，多样性，对，丰富性就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享受这段旅程就好，就不要想太多，就是简单一点，开心一点，好不好？好，好，好的，波老师，好了，我把我一年的话说完了，下一个都可以，都可以点吧。我，你去吧。啊，对了，刚刚下面有一个什么给 X， 是谁我不知道。谁啊？那我们最后听吧。行，那我们最后听吧，好吧。不用告诉什么，是我写的。什么东西啊？啊，你写的。哦，那个是应该是他的歌，对不对？不是，你想多了，没有那么复杂。好，没有留言。好，没有留言。就我今天跟阿杰一起去了唱片店，然后又去了一个录音棚。其实我跟阿杰就下午玩的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我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带着阿杰，一开始先讲了音乐史，然后对他给开说了，开说了。然后我希望阿杰还是可以开心一点吧，不管怎么样吧，你做出的选择我们都尊重你，是吧？然后下午我觉得我该说的也跟你说了，我们俩都很吵，就跟两个喇叭一样叭叭叭。然后我放一下那个 X， 是我刚刚去录音的一段话。我记得灰灰跟我说过，就是那个录音笔是拿起来第一印象想留给谁就留给谁，但是今天我拿起录音笔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没有那个人。其实我就假设，如果和我一个心动的人，或者我对他有几分，往继续发展好感的那个人吧，然后跟他一起去下午的两个地方，因为是我热爱的地方。假设跟他一起，然后我会对他说什么话？给大家听一下。哎，听自己录音好羞耻。今天如果有那个让我心动的你在，我会从唱片店里找到你最喜欢的黑胶。无论是因为漂亮的封面，还是因为黑胶里有你喜欢的歌曲，我会买下来送给你。我会在录音棚里看着你的眼睛给你唱小雨，因为那是我觉得我唱起来最温柔的歌。朱菲尔，你好。菲尔。假设有那个让我心动的你在，我今天很开心，做了自己一直热爱并且一直坚持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希望因为有你，我热爱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就是我可能觉得和心动的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会和朋友在一起做的事情有所差别，可能你们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会对你心动的那个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心动的体现。
啊，这是我对心动的理解吧。哭。下一个，你吧。Hello， 许杰维，今天名字记得非常非常熟练了。那我今天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今天有好多问题要问。对，那我就直接问问题吧。我今天可没有说什么好话。一个是今天下午，其实你跟我说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是挺……哎，我也不想说得很沉重，但确实当时是，挺难受的。然后，我又确实是收住了。然后，还是想问问你，就是如果我们相处到现在，我现在身上有什么问题是你觉得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或者是减分的，这些东西如果确实不好的，我确实也本来自己也就是想改正的，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今天问出来的话会稍微舒服一点。然后想继续了解的多一点，还是保持原状，然后甚至可以再收回去一点，就这两种想法，哪一个更占上风吧？就这些，拜拜。认真的问题，但是我说是，也可以待会儿再说。在听我还是在想我？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像我下午和你说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说什么好像减分或者什么没有的。所以我来这个节目其实意义就是在于，我是希望保持一个非常纯粹真诚的心，然后去接触每一个人，然后相处相识，然后相知，然后如果最后能够有更好的结果，那当然是最好的。当然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主观，对。所以我可能目前来说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状态，你问我们就是目前的阶段该怎么进行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没有到位，往前多迈一步，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太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保持就挺好。我们就每天就是该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开开心心的就挺好的，做自己就行了。我真的挺累。你这个梗贯穿全线。
Hello， 你好呀，然后又见面了。就像我下午聊的，不知道你能不能，你听明白。然后我觉得，以我对你的了解，然后你的机灵，然后你的情商，我觉得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对的人，我一分钟都不想放过，我会巴不得每分每秒都待在一起。但如果是感觉不是那么对的人，我会觉得有点愧疚，会觉得有点对不起，所以这也是可能这两天我状态不是很对的原因。所以我可以非常勇敢的，也非常自信的直面我的好感，就是你，真的就是你。所以我就觉得咱们就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就一直保持。然后呢，我们两个呢，也有更多就是所谓的弹性的余地吧。如果后面比如说有人想去找你探索你，或者就是有人想跟我多一些相处时间，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给新的人一些机会。所谓的弹性余地吧，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对，其实挺好的。今天是没有问题的一天，然后就希望你天天不要难过，然后开开心心的笑一下。嗯，拜拜。我觉得我俩以后录这个之前要先沟通一下今天的内容，每天录都是重复的。我的问题你也在这里面说了，然后，没有然后。每次你要问的问题我都录完。要不就是你问我问题，我知道你感觉你要问啥，然后我就说。走了，拉你！谁手机不要了？你刚才为什么去看？你刚才为什么拿出？你坏的要死！你们是要去撕手册吗？回去？对。沙发躺一下，沙发躺一下吧。走，没怎么。哎呀，来，我们撕毕业手册吧。第二章，星空历险记完结。
第二章《星空历险记》完结，少年们，明天你们将一同出发前往海边，去往夏天、哦，没了吧？最后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章和海岛计划，和喜欢的伙伴一起伴着歌声与风帆迎接最后的告别吧。哇哦！你不在，我真的会很 emo 的。没关系，你收获了好用的护肤品，这样到时候我玩，我就给你打视频。对，我们可以给你打视频。真的给我打呀！而且到时候我们结束回去上海杭州约起来啊。菲儿坐了。嗯，我还没想好说什么，但是聊聊呗。这有点尴尬了。那咱们这说话声音有回音。那咱们那儿聊呗，或者在那个篝火那儿。篝火吧，这太恐怖了。就是我也不一定是说来这里找男朋友的、嗯、然后正好你来了对吧，一个有好感，一个感觉挺好的人在，那也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要跟他变成什么东西、嗯、对吧，就是每次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有点恋人未满的感觉，有点恋人未满的感觉。